如果你家里面有旧鞋，教你一个回头率100%的方法。像这种太大众的款式，我们就需要剪刀剪一下，变成一个凉拖。我们把准备好的颜料呢涂上去，拿一个刷子平着刷一刷。如果你想让它变得更与众不同一点，拿出一支黑色的笔，随便涂上点什么，流星也好，情侣也好，树枝也好，最后用热熔胶粘上几个麻绳，看着就更不一般了。如果你今天学会了，答应我，下雨天一定不要穿出去，知道了吗？今天就到这里了，以后的日子我教你画画，明天见。